才不敌梅艳芳，美不如关之琳。朱丽倩凭什么得到刘德华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几乎人人都知道刘德华有一个巨星粉丝梅艳芳，甚至还有好友提到，如果刘德华向梅艳芳求婚的话，他一定会答应。当初刘德华被雪藏后，梅艳芳凭借电影《胭脂扣》拿下金马奖、金像奖等众多重量级大奖，可如日中天的她却自降身价，签约到了刘德华的艺能动音公司，条件就是要公司多给刘德华机会。那时候的香港娱乐圈几乎所有人都想要两人在一起。后来接受采访，梅艳芳也公开表示对方是自己的梦中情人，怎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，为了不毁掉仅存的友谊关系，便努力克制自己，不敢再乱想。其实自从刘德华出道以来，传出的恋情不少，从郁可欣到关之琳、钟楚红，再到梅艳芳，哪一个不是又美又有实力？但刘德华却偏偏娶了不如关之琳漂亮、没有梅艳芳痴情的朱丽倩。他到底迷恋朱丽倩什么？而笑到最后的朱丽倩，除了能忍之外，又有着什么过人之处呢？